学生组最佳剧情片入围的包括了有你的身上我全都知道，栋梁栋六王一凡说的都是对我的讨好，我这样多好那样有多好，台词像背号你的身上我全都明了，你的泪的每分每秒想要我快快要让你疼好，我这里说不要身体老是可笑，可笑我可笑。闪电假面，徐瑞阳，黄太维。黄太维就在。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因为蔡家跟他表演很难了。哇，这又修又修，别拜了，盖我怕。别拜了，赶紧换你上班了。脾气好好。欺负人家你不觉得丢脸？如果你想像以前一样每天被人笑的话，可以啊，换工作。海中网，曾威亮。秀红，哪都乱。老头子，姜诗文。二号球衣，巫红姨。哎，阿秋，宇旺，你过来，你先把球衣借给宇乔。加油！本来是我可以上场的，然后你们上了台了，我就只能在旁边帮你们加油，然后帮你们装水。我啦！你要把我衣服放开，这明明是我的衣服，你骗我穿起来啊！你想要这件衣服是不是？歌龙，林家伟。我看，那三天没消息了，你得回去等请最好的啦。小白姐，家华和你已经不在这个家了。133公里，林少慈。不是叫你先吃晚餐吗？有啊。啊，你怎么在吃？饿啊，骑那么久当然饿啊。看起来卡住人生，黄胜明。搞清楚，谁在站？倪慧成。哦，手机好。哎，那个手电筒放在好了，讲手电筒。我先讲。
爽哦。加盖，温少涵。你爸爸呢？啊？你爸爸妈妈呢？走了。我也要抽烟。不行。为什么？只有大人才可以抽。那只有大人才可以从上面跳下来。好，我们恭喜以上的11部的入围作品呢，每一个剧组请派一位代表上台领取证书。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就是本届的金穗大使杨贵妹影后妹姐来为我们颁发入围的证书。有请11部的入围片花的剧组：动两、动六、闪焰假面、海中网、盲口、老头子、二号球衣、歌龙、133公里、卡住人生、岔路以及顶楼加盖。这11部的入围者呢，请派一位代表上台领取入围的证书。好，是，好，我们分两排好了，好不好？哈，是，好，继续。可爱啊，妹姐，你大声一点。你有经纪公司吗？我还听不懂，很好操作。签了，签了，来来，好，接下来是，等一下，我们因为11部比较多人，我们等一下 U 字型来拍一张合照，好不好？大家挤一点点，再麻烦，谢谢大旺。好，继续，好。好，好，有请我们的金穗大使，我们的杨贵妹小姐站好中间，好，再颁一个入围证书。好的，好，妹姐请站中间来一张大合照好吗？好，往前一点点，好，一个 U 字型， U 字型比较好，比较拍得出大家，一个叠一个，妹姐说一个叠一个，好 ，OK 好，来整队一下，可以吗？好，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好，我们这个好 ，OK， 可以吗？好，谢谢妹姐，谢谢我们金穗大使，也恭喜所有的入围者，请先回座，感谢，谢谢妹姐。